天水这一历史文化名城，在水晶柱上释铭时因天河注水而得名，其水质甘甜纯美，常饮可使人的皮肤变嫩变白，故有天水白娃娃之佳话。因冬接秦岭，气候冬暖夏凉，是人们避暑休闲的人间仙境，有西北小江南之美称。山清水秀，地灵人杰的天水，悠悠渭水从西向东流淌而过，孕育了历代的圣贤俊杰，点缀了中国辉煌的几千年文明史。三皇之首，人类始祖父系，诞生于天水，由此孕育了闻名于世的周易文化、先天八卦。老子西出函谷遇隐时所说的唯一传人尹喜，诞生于天水，苦求老子留下了脍炙人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经》，道家文化从这里传向海内外。天水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文化形成的摇篮，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曾让匈奴闻风丧胆射箭穿石的飞将军李广出生在这里，辅助一代名相诸葛亮建立蜀汉政权，形成三国鼎立局面，文通武备，智勇双全，以贤孝著名的孔明唯一传人大将军姜维出生在这里，以西棍扫平隋末各路诸侯，建立大唐六百余年盛世基业的李渊、李世民也出生在这里。天水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历朝历代的风流人物，造就了彪炳青史的历代武术家，而这些武术家都是以棍起家，走出家乡，成就了一代伟业。这里是西棍的故乡，这里是西棍的摇篮。据天水武术史略记载，在天水流传的棍术套路就有190余套，如白眉棍、扭丝棍、八仙棍、窑子搜灵棍、五虎群羊棍、昆阳棍、天齐棍、阴手棍、八门金锁棍、四手串子棍、乌江棍、猴棍、醉棍等等。鞭杆又叫短棍或棒，有3尺鞭杆和4尺鞭杆、长鞭杆以及袖里鞭，又称袖里藏针、点穴诀，长1尺3寸，筒子鞭等长短之分。在天水流传至今的鞭杆套路有160余套，如黑虎鞭、白虎鞭、五虎群羊鞭、缠海鞭、霸武鞭、青龙鞭、虎卧中堂鞭、阴手栓子鞭、铁门扭丝鞭、六合鞭、五毒鞭等等。雄浑广阔的渭河滚滚而来，风沙吹乱了古城秦州遥远的记忆，也吹起了多少苍茫悲壮的歌。岁月的浪花掏进李广、姜维等风流人物，吹打出一代又一代身怀绝技的武术名家。
李孙林，男，1951年12月出生于甘肃天水武术世家，是汉飞将军李广之后裔。1981年进修于武汉体院，后到西安体院深造，现任天水市武术协会主席兼秘书长，市武术馆馆长，天水市体育运动学校国家高级教练。1968年参加工作，1974年调入省武术队参加全国武术专业队比赛及观摩交流大会。从1974年至1983年10年间，以独特的鞭杆及棍术多次取得全国武术比赛优秀成绩，连续10年获全省武术比赛第一名。在从事体育教学、训练和研究工作的30余年间，进行武术挖掘整理。1985年获省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先进个人，为省体工大队培养输送了国际武术比赛剑术冠军的李书红，及多次获国际摔跤冠军、亚军、奥运会巡回赛亚军的徐玄冲等数十名杰出人才。1996年获全国业余训练先进工作者。从幼习武，以深厚的李氏家传武术为底蕴，博纳众家之长，受武林名家前辈温敬明、刘玉华、马氏四杰之一马迎达、陈胜普、邱培相、杨宝生、纪昌秀等专家真传指导。继承与发展相结合，是禅海鞭罡和白眉棍法独具风格，被美誉为西北棍王。1993年由武林、武魂、精武和北体院出版社等多家单位主办的全国麦积山首届武术研讨会上，天水棍术鞭杆的探讨一文获得优秀论文奖，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武术论文和文章，撰写了天水武术史略等专著。1995年担任了在西安拍摄的23集古装电视剧《花木兰》的武打设计工作及花木兰师傅白云道长的扮演者。1999年元月载入世界名人录。2000年8月应各国武术名家的邀请，在香港进行了武术表演和学术交流。
翻把枪是流传于陇上的优秀传统武术器械套路，此套路在天水一带流传已有百余年。翻把枪既可当花枪练习，也可当大滑杆枪对练，套路内容各有区别。枪法以四平枪为基础，上挑下扎，左闪右提，可攻可防，主动灵活。尤以三尖一照即鼻尖、枪尖、足尖三点一线为基本要领，通过腰间发力，主于根达于枪尖，显示出枪扎一线的要点。枪法干净利落，变化多样，突出蓝斜封闭、劈崩点挑、盖撩缠带、穿蹲翻舞，其缠枪劈扎尤显实战功力。在翻缠枪中，枪杆凝摆，枪尖画圈，圈圈相套，月牙翻飞，越小越显示其进击特点。翻把枪以枪长为优势，以把法为特色，枪长对于实战十分有利，双方同时发枪，把上则可以先制敌身。古拳谚言，棍长一分顶死牛，枪更如此，虽则枪长，然而长枪短用，技巧灵活，招式中左右穿枪、背后穿枪、锁喉枪都显示出这一特色。更具变化之妙理是翻把枪的把法技巧，后手握枪常攥把于手心，称之为腕把，即半把，手腕外转内翻，灵活自如，枪尖缠卷凝扎，变化多端，使枪法具有快速、圆活、力大、透达的特色。尤其是撒手单手扎枪，更具威猛之力，同时处处占于主动之位。翻把枪整体套路布局合理，演练时四正四与之场地全部踏到，主手中路，枪扎八方，舒展大方，集合法度，步行身形鲜明清晰，及表演与技击优势于一身，是广受习武者喜爱的优秀传统枪术套路。在中华武术中有刀如猛虎剑似游龙的拳谚，单刀是古代常用的兵器之一，五虎刀是流传于甘肃天水一带的优秀传统刀术套路。
五虎刀原名五虎群羊刀，又名五虎杂四门刀。在陇南流行的刀术名套路很多，有武松刀、小花刀、六合刀、五毒刀、单刀牌子、跑刀牌子，这些基本都是柳叶单刀套路。而五虎刀则刀形宽扁，刀柄稍长，属于既可以手持单刀练习，又可以双手握刀，当成双手刀练习的独具特色的刀术套路。五虎刀演练套路动作舒展大方，造型优美，大劈大合，刚劲有力，发力饱满威猛，步伐迅疾，气势逼人，刀法独特，是传统武术中的精华。五虎刀突出的特色是双手用刀，轮劈砍提，外挂内缠，横撩扫压，飞翻脚卷，各种技法巧妙组合，劲力合一，凌厉彪悍，勇往直前，显示出粗犷雄劲的西部风格，又蕴含着灵巧多变的实战技巧。五虎刀套路中多用麒麟步，灵活多变，进退自如，极具实战效果。五虎刀演练套路既适合于个人单练，又适宜于双人对练。两人对练时，行拳过步，抢门插招，以跑刀牌子进行实战训练，经常演练五虎刀套路，对于提高身体的灵活性，增强身体素质，培养坚强的意志，勇猛顽强的拼搏精神，有着积极的作用。站桩翻拳谱，出手打鼻梁，锁手奔胸膛，斜身迎门肘，挑袍双上手，铁翻杆顺手搂，鹦鹉上架双裹手，猛虎爬山管左右，莫搏直进不回头。站桩翻是中华武术短打拳种的典型套路，也是中国古老的优秀拳种，源于河北沧州一带。上世纪四十年代，由我国著名老武术家马凤图先生及子马氏四杰马迎达、马贤达、马令达、马明达传授于陕甘宁、新浙广等海内外地区。此拳经马迎达亲自传授，现由西北棍王李森林演练示范。站桩翻的要诀是快硬脆弹，势长截短，钻翻起落，攻守迂回，崩微突击。拳法特点是上肢突出凹面拳，下肢突出麒麟步，拳分六面，击打时每拳有技法要求，主要以冲、击、挂、劈、撩、
横劲为主，还有掌指、点穴等法。麒麟步转换灵活，左右旋转自如，再加拧腰切胯、盘胸拔背等要领，是拳势内力饱满，发劲迅速。正如拳谚所云，腰似蛇形，腿似钻，拳似流星，眼似电。站桩翻动作快，出拳快，步伐快，上下连贯，一气呵成，截短势猛，爆发力强，出拳干净利落，钻旋起落，上下翻飞，一招发出连贯数拳，动作一发，使对方难以防御，无法还手，有翻字一挂鞭的美誉。站桩翻迅猛急速，矫捷灵活，拼搏向前，气势逼人，深得习武者的喜爱。淬八番新谱，开门起鼓势紧严，左劈右砸昆土拳，莫打挑打灌上下，斜足转进一戳翻，左闪八番与右同，穿心点子加减红，果臂握手左拳攥，双撞舵子顺手斩，千斤锤后使左圈，丁场惊吓及右圈，击手斑斓铁翻杆，压步靠打双果前，提肘直冲人中探，降龙伏虎淬八番。淬八番是中华武术短打拳种的典型套路，也是中国古老的优秀拳种，源于河北沧州一带。上世纪四十年代，由我国著名老武术家马凤图先生及马氏四杰马迎达、马贤达、马令达、马明达传授于陕甘宁、新浙广等海内外地区，此拳经马迎达亲自传授，现由西北棍王李森林演练示范。淬八番要诀是快硬淬弹，势长截短，钻翻起落，攻守迂回，崩威突击。拳法特点是上肢突出凹面拳，下肢突出麒麟步，拳分六面，击打时每拳有技法要求，主要以冲、击、挂、劈、撩、横劲为主，还有掌指、点穴等法。麒麟步转换灵活，左右旋转自如，再加拧腰切胯、盘胸拔背等要领，使拳势内力饱满，发劲迅速。正如拳谚所云，腰似蛇形，腿似钻，拳似流星，
眼似电，翠八番动作快，出拳快，步法快，上下连贯，一气呵成，截短势猛，爆发力强，出拳干净利落，钻旋起落，上下翻飞，一招发出连贯数拳，动作一发使对方难以防御，无法还手，有番子一挂鞭的美誉。翠八番迅猛急速，矫捷灵活，拼搏向前，气势逼人，深得习武者的喜爱。Thank you.
王增福，1944年生，甘肃省甘谷县人，民间传统武术技击家、理论家，尤经搂上边棍，擅长技击走画，对其拳系理论有独到见解，博采众长，经常年的实践，对其技艺大胆创新，使得边棍的运行结构和技击效用更加完善，独具一格。而斐生西北，有西棍圣手之誉。自幼酷爱武术，11岁时拜六峰武艺大师王伯林先生为师，习练竹班拳械套路。1964年，拜甘肃边棍名师、老武术家安红叶为师，系统的学习护膝锤、桥梁救主鞭、八门金锁棍、逍遥步月弓、乾坤条子等优秀传统套路及实战技法，深得按老真传。同时从武术家王佩珍处学习赵干青老拳师的二虎斗龙鞭和斑斓扭丝棍。1968年，随同王发义相互交流学习郭诺老拳师的护膝锤、蛟龙鞭、扭丝棍、银蛇条子、双翼棍等套路。1976年，受师安红叶之托，代师收徒金宝带。1978年，始择徒授艺郭旺旺。他集各家之长于一身，其拳路风格以舒展宽大为主，立身中正，拳路运行紧凑干净利落，以柔见长，以刚为要，又大家之风范。经多年的技法实践经验，整理出了以单手鞭及黄龙串子鞭等为代表的优秀拳械套路。1997年，被载入《姜维故里武术集锦》一书，为弘扬地方传统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乾坤条子属地方传统器械套路，此棍术系甘肃武术名家边棍圣手安红叶家传套路，由于比较保守，一直内敛不外传，所以至今习练者较少。此棍有拳诀云：行拳走棍一条线，开花结果两头圆，乱棍足踏八卦步，齐心高照圈里边，故得名乾坤条子。拳谚云：单头条子双头棍，所以乾坤条子纯属单头。棍法以架、劈、撩、刷、挑、点、扎、弹、缠、扣、戳等为主，步法主要以迂回步、泥步等为主，特别在握棍的把位及前后手互换等方面变化多端。进法多以顺进、缠进、散进、连进为主，棍头运行由下而上的多以弧线为主，由上而下的多以直线为主，高棍变化多以圆为主，发力点始终在棍头。此路棍术在演练时，前后左右上下及中盘兼顾，攻中有防，攻防同发，拳路风格宽大舒展，以柔见长，既有很强的击击效用，也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